我是优斯汉阿曼，我想把这本 MV 拍得帅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有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。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我说在我的想象中，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棒。整个城市那边所有的街都没有。他说他来会找到的时间，会给我打打星期天。但是寻找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，我去了那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他魅力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对不对？大家明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停不住地摩擦，摩擦摩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哎，在这个人的大家在一步两步摩擦，一步一步是光滑的头发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，我一步两步摩擦。一步一步是光滑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，一步两步我摩擦，一步一步是光滑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，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支持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，当黑都不怕。有了滑板鞋，当黑都不怕。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。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